原标题：尼克松访华，饭桌上毛主席值一天的三道菜，道道有内涵。1972年2月21日中午11点30分，美国总统尼克松一行乘坐的专机降落在北京东郊机场，中外多家记者早已经等候多时，无数镜头都在静候着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。当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时，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，你的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。按照惯例，外国元首来华访问，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的阵容通常是由120人到155人组成，而此时展现在尼克松眼前的是他从来没有见过，也是中国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，由371人组成的陆海空三军仪仗队。对中方这种高规格高礼仪的接待，尼克松感到非常满意，他称赞说，中国仪仗队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一个。以往外国元首来访通常都是下榻在钓鱼台国宾馆的18号总统楼，此次尼克松总统一行也不例外。这天中午，钓鱼台国宾馆为来访的美国客人准备了第一次午宴，为欢迎总统夫妇的到访，毛泽东还亲自为他们增添了三道菜，并指定由中南海的厨师程汝明做好后送到钓鱼台。这次午宴上有一道菜叫烧滑鼠，对于不喜欢吃多刺鱼的外宾来说，这道菜并不合适，但毛泽东执意要加上去。就这样，由毛主席钦点的烧滑水、于是子鸡、牛排这三个菜一同端上了尼克松夫妇的餐桌。尼克松总统及夫人知道这三道菜是毛泽东特意安排的，非常高兴，而且吃得很干净。事后程汝明悟出了这道菜背后所预示的特殊意义，烧滑水实际上是用青鱼的尾部做主料，那是鱼身上最有力的一段，好比是鱼游水时的前舵和推进器。毛泽东可能想借这个寓意，希望中美这两个国家从这一周开始一起推动两国及世界向前发展。2月27日，在美方主办的晚宴上，尼克松在祝酒词中热情地说，我们在这里已经待了一周了，这一周足以改变世界。伴随着碰杯声，中美两国的关系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